总统夫人周美青说要到美国大联盟开球，站上投手丘，面对上万球迷，看得出来她有一点点紧张。道奇队台湾左投郭宏志稳稳接住周美青的球，两人互动完美，顺利完成开球仪式。开球后，周美青和郭宏志话家常一番，还送上总统马英九的礼物，鼓励郭宏志继续努力为台湾争光。我们的高层听说夫人非常喜欢看棒球，所以就决定说邀请她来这里开球。那我们也很高兴夫人愿意来这边开球。球队面对史上头一遭的第一夫人开球，不敢大意，现场围安相当严格，以迎接第一夫人的规格欢迎周美青。而第一前景马维忠也特别赶到洛杉矶，一路担任周美青的贴身摄影，帮周美青留下许多历史画面。母女俩不时交头接耳，分享心情，感情好的不在话下。